哪儿？啊不起啊不起，噼里啪啦砰！小白龙，你快看！咦，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颗恐龙蛋。看上去挺好吃的。哇，真的是恐龙蛋哎！奇怪，它的妈妈哪去了？妈妈，妈妈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你妈妈。小恐龙把我当成妈妈了，怎么办呢？在我们帮他找到妈妈之前，你就先当他的妈妈吧。这个蛋可能是从岛上飘过来的。嗯，我们去恐龙岛。小恐龙，别慌，你们在船上等着，我去救他。小乌贼挡住我们了，我们叫他们让开吧。跟我一起喊，小乌贼让一让，小乌贼让一让。糟糕，海水变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是净水器，你帮我把海水弄干净，我要快点找到小恐龙。谢谢你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快看，小恐龙在那里。哎哎哎哎！哎呀！吓死我了，还好没事儿。谢谢你救了小恐龙。不客气。咦，它好像也是恐龙。不错，我就是海洋里的蛇颈龙。哎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恐龙了。蛇颈龙，请问这是你的孩子吗？不是，海里的恐龙长的是鳍角，他的妈妈应该在恐龙岛上。嗯，看来只能到恐龙岛上去找了。可前面有好多暗礁，我们的船怎么过去啊？我可以背着你们的船去恐龙岛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
你帮我们指路吧。你是最棒的领航员，谢谢你。这就是恐龙岛，我要回去了，再见。谢谢你，蛇颈龙，再见。小半龙，我们去岛上给他找点吃的吧。好啊。哇哦。小半龙、唐小鸭和发条熊终于登上了恐龙岛，他们能帮小恐龙找到妈妈吗？下一集你就知道了。